群是这样子的、哦，你呢？看你自己怎么造化。你想要让他休闲，他就怎么休闲；你要他怎么度假，他就怎么度假。现在拒绝的鞋子，他很明显，他就是要跟鞋，女人味。好，上班感，它就是一个超级高弹的，你看 S M L 都可以穿。米杏色有一个麻烦之处，只有一个，但很正常，就是你不要穿黑色内裤。T 恤的安全裤是灰色，看不出来耶。嗯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，就是你不要刻意穿黑色就没事。长度的话，这一款呢、啊、算是我觉得不会太过于冗长的纱裙。还有呢，高个儿、小个儿，你可以往上、往下，你随便你，好不好？这个呢可以自行调整你要的长度。它总共有三层纱。但是一样修身，哪三层？第一层是这个透透的线纱，有点丝质的感觉。第二层是弹力网纱，第三层是舒适的弹力内里，总共三层，让你看不出来，捏起来穿在身上几乎没有感觉。所以呢，黑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。